报仇，必须报仇。我觉得太残忍了吧，姐！耻辱之言！你想怎么教化我自己吧？啊！小远，来喝个奶，给这个，喝这个吧。两个都有。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急过啥？眼睛有毛病？斜眼儿好像。嗯。姐，起床了。起床了，姐！哎呀，别烦！你们俩要学干嘛？我们怕我们吃零食声音太大，把你吵醒。哎，别，姐，给你这个啊，能听到海哭的声音。啊、哎。你是不是觉得声音小？我还有个声音更大的给你。啊，姐，我不敢了。姐起床去相亲了。哎呀，别烦我！你昨天刚分手，过年妈又要催你了。起来，起来，别打闹！去！哇！还好我有备用。对姐，眼镜也能当镜子呀。哎呀，哎，哥们，我还有办法，你不是熟的当镜子吗？哎，不能动手，不能动手，否则你新的一年一年都不顺。好，我今天让你见识见识什么真正的王者。我操，你谁也能打中。姐，快点吧，你相亲都要迟到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绝对不会迟到。你说我厉不厉害？厉害，厉害，厉害。哎，别，赶我年的谁还出去相亲？